抱歉，喊到你弟弟的名字。我们在场各位的乡亲，还有我们的蔡局长，还有多位我们市府官员，好，大家晚大家好，我是张梦楠议员的助理好陈宏，那就是刚刚很多人都有在讨论到这些停车，或是说六栋该不该全拆啦，那我们这议员这边也其实也是尊重现在市府现在的文资委会的一个决定，说是要保留。那至于说保留要干嘛，保留要干嘛，我相信现阶段可以先不用讨论这个。好，这个先可以先去讨论一下说未来的停车空间，好，大家怎么样的像提款处怎么样的规划。好，那在此我们这边看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都可以尽量提出。那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在地居民，谢谢大家，谢谢。那个世新，那个东恩主任哈，谢谢徐世新的议员和主任。各位大家晚安，我是那个徐世新议员的助理东恩，那很高兴在这边看到大家，都很关心那个就是广慈外的发展嘛。那其实我从广慈开说明会到现在，那我觉得大家其实最在意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交通嘛，对不对？大家会谈到说，2800户。先别，那这个都可能只是小问题而已。那至于之后2800户是否真的要设立，那你们觉得广慈博园的腹地真的有大到说能够容纳这2800户的交通量吗？那上班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后都会在议会，我们会特别关注交通，就是停车位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也希望给各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代啦，不然大家这么关心，然后今天只要每次开说明会就是爆满，然后里长就要在那边为各位发声，那我们希望我们在议会也是一样，能够为各位做到最好的服务，谢谢。谢谢，好、哦，有这么多议员来帮我，那我们也邀请这一位议员主任哈、哦，范中对我们大人也非常的关心。还有其他的议员对我们很关心，来，局长，然后文化局这边，还有市政府这里啊，社会局，还有包括说所有大人，然后中坡啊，大道也里面，大家玩。其实刚我想大家争议的就是说，未来福德比在这边拆除之后的一个规划，我想有人主张是六栋那个建筑物的话全在设停车场，然后有人是说就是连那个林口街80巷这边跟大道94巷这边的话，然后要做绿化。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我自己看法，我觉得说这只是一个点啊。其实大家要去思考比较远的部分，就是说未来这整个广慈公园在开发在新建的时候，如果说以目前市府的都市计划的话，未来公园是整个都把它整个变成社区用地了，所以没有公园。那如果说在7月23号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到，如果万一这个都市计划过的话，就是这整个区域的话变成是一个社区用地的时候，到时候没有公园，然后这个工程又要新建的时候，那大家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就是说那现在大家所使用的那块公园绿地到时候可能会变成工地，那到时候的话就是说大家的话要去使用公园的时候，或是要使用一块绿地的时候要去哪里，我想这是大家要思考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就是要拜托你们去、对后面的事情啊，对啊，对，所以说其实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现在是否的态度是这样哦，就是不会有公园，用开放空间来取代公园，这是第一个。这样不好。对，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到时候整个广慈案的话，如果说万一都市计划变更过的时候，它是开始在新建的时候，到时候，应该说工地范围内的话，大概都会用围篱围起来了。围起来的话，到时候可能这个地方，如果说大家都又规划成停车位的话，可能到时候绿地的面积就不是那么够了，所以大家可能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会建议说，是不是都发局这边的话，也要跟在座的澄清一下，就是说，未来广慈开发的时候，你们的施工程序要怎么走？然后再就是你们，如果说整个都市计划变更成所谓的社福用地的时候，对，那到时候你是有分一阶段、二阶段、三阶段，
还是你全面性的一次的话就一次都发包，然后就一次去盖 这些社福设施？我想 这部分呢，必须要跟在座的李明，然后要做一个说明啊。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不太了解哈，文字会的所决议的所有的保留，六栋保留一栋的话，是一定是保留这一栋，还是说就是这六栋的话选择一栋保留都可以？这部分呢，我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对，那第三部分就是有关于停车管理的部分。我是不晓得说这个以目前这个规划案的话的临时停车范围里面的话，我不太知道说，停管处这边你同时在这个停车场里面要卖月票，然后晚上的时候又开放一些民众可以去临时停车不用收费，我不太知道说这种管理方式要怎么管理啦。对，那最后一个建议是说，是不是有可能哈，趁这次福德平宅在拆除的这个工程的话呢，有关于那个就是大道96巷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些就是机车弯，其实一般民众也很少停机车，所以我会建议说，是不是就是那个机车弯的部分的话，然后就是整个把它消掉，然后可能也可以画设一些临时性的路边停车格。这边的，对，就这边的，这边对，南侧这里凹进去的，凹进去不会了，整个刚看到，对对对，好不好？我刚也想停了，对，所以说以上是那个人家检举就会去看。对，以上是我三点的那个看法跟小鸟的建议，谢谢大家，谢谢。那个谢谢，外面有没有人要发问的？刚问过了没有？没有。